哎呦，大家好，我是阿元，救命啦！OK， 我要讲什么？你要讲， okay, 你要做一件很坏的事情。对对对，我们今天要做一件很坏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开始是我先用阿旺的1000块，就是那个讲什么破100个 line， 然后阿旺就要给我1000块用了吗？然后第二轮呢？他就跟这条水、哦、一起偷我的 ATM 卡去提款2000块。谢谢老板。我跟你讲整件事情啊，最渔翁得利的人就是你啊。谢谢老板们。这件事情我是后知后觉嘛，就是我知道过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银行户口已经少了2000块马币，所以我今天就要来小做阿旺一单。小做，其实这个东西就之前有发生在他的身上了，就是把他丢在那个操场那边啊，然后不要给他上车，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有看过那影片吗？没有看过的话，现在就去看。所以呢，现在阿旺就在他的店那一边，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些车上这边等他，然后突然间灵机一动，所以我就握这个相机，要把他丢下车，就是等一下还上车过后、我们找对的 timing， 然后用一些理由把他骗下车，然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OK， 所以我们再继续再阿旺 ，Go，Let's go！ 阿旺出来了，阿旺出来了，噔噔，你看啊 ，Hello，Good morning， 哈哈，喂，不要乱丢我东西耶，有用的耶 ，Hello。这粗暴的家伙，没有报应。走开呀，死猫！别动我，你做梦！怎么你今天爆炸？你是不是 subscriber 跌了？哇，是很危险吗 ？OK， 阿旺现在下去 KK 买东西，超市还要买什么？超市。很湿吗？哈哈买过。Sorry， 现在阿旺下去买东西嘛，可是我觉得把它丢在这一边是不是很恰当？因为这一边有太多店面的话，可以在店里面休息。我要把它丢在那种荒野的地方，就是它没有东西可以做了，这样子才比较爽一点。就好像那时把你丢在操场这样。打来，打来。现在你没忘记啊？怎么买不到咩？喂，这草场可以哦。啊，可以什么东西？你放我在这边、啊，我要拍一点东西。这草场东西拍没？是的，我要拍。就拍上面。取一点景。你们不懂我要拍什么嘞？不懂，就是不懂。哎，听我在这草场，我要给阿旺拍一点东西。你在这个现场管我屁事啊！你下来，你跟我一起下来，我要拍东西。不要拍了，不要喂，讲悄悄话的东西。有多小鸟喂？走。拜拜。懂我要拍吗？我来懂，拍照啊，拍什么？来，你过来。你不觉得我很乖虚吗？你觉得我很乖虚吗 ？OK。你去站在那中间那边，那个草那边看到吗？站去那草那边，前面那一堆草那边看到吗？啊，站在旁边。站在旁边。你蹲着。啊，要跟他一样。蹲着就对了。等我啊。我拿东西，等一下。想象中这样聪明啊喂！在这里，对，等他过来。喂，现在有哦，现在有哎，现在有，变完两块上车，喂，快点，下雨了，变完两块上车，快点下雨了，下雨了，来，我开门了，
你们看，真的是天助我也！我一滑下车就下雨了。看，哇！哈哈哈哈哈！我真当真，不是。OK， 我们要有一个尺度，就是现在这个雨还没有很大嘛，只是一点点嘛，几滴嘛。如果大家倾盆大雨的时候，我们就发这样子 ，OK？ 哎，快啊！真的是下雨哦，这个雨好像越来越大哎。啊，不要了，上车喂，上车，上来啦，下大雨哦，上来下大雨哦。小伟，快点呢，开门了喂。蜡笔，我们最后一圈。快。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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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啦！我想到我给你，我要准备你也是下雨的时候。可以啦，可以啦。我觉得，我们停在这边，给他从那一边走过来，我们就给他上车。OK， 要不然等一下感冒。可以啊，哇，真的很大了，这要不然呢？我们停在树下这边。可是很脆耶，这样我们就不要管他了。我要真的享受一下，你看这个不？哎，你这样享受啊，这样我们不要载你了哦。你看 ，enjoy。有不能的，你看湿到我脸，我要骂。你看啦，这样会不会有样子？喂，现在又没有雨哦。这样是不是要再给他玩多一圈？在啊，这样玩多一圈哦。你看那只狗，你看那只狗。不要，我关门先。我不要开门先。哈哈哈哈哈哈！那只狗在叼着它，它在飞啊！那只狗对它很有意见。它讲：为什么你来我的地盘？你看他老婆样子，你开一点风，我们跟他沟通一下。你要什么？啊？你要什么？没有，有水喝嘛。你下雨有水啊？你舌头伸出来就有水喝了哎。狗，你看那边有狗吗？是啊，又有水喝，又有食物吃。饿的话可以吃狗肉啊。OK， 我们再去对面给他烤过来。再去对面给他烤过来。OK， 我们就给烧烧了。在做早操啊喂。OK， 所以我们现在要给他上车了啦，真的给他上车了，就是你看啊，不是看他又很休闲哦，现在给他上车又好像有一点不忍心哦，你看他这样享受。要不然我们去给 K 买东西先哦。不然我们先去 studio 剪两个片子才回来载他。好啊。他打给我了喂，他打给我了。听看他讲。Hello。给我上车，不要玩了。OK， 你先回答我三个问题。一，为什么你要偷我的 ATM 卡按2000块？你笑啊？为什么你那时候？iPhone prank 我说你笑到这样大声，为什么？啊，二，为什么那时候丢小兵下车的时候？你还站哪里的？他讲送你一双鞋，你还靠北，你站哪里的？我还是站在我站在我自己那边。他笑我，所以我要讲。啊，观众们看到吗？小兵是这样发的，你在前面屌到他。OK， 你再回我第三个问题先。第三个问题，如果这个 video 破10000个赞，你要不要再给我1000块用？我不要！不要啊！那就走了。不要啊！啊？真的，这个 money content 没有人要看你啊，我多钱？没有人看的。OK， 不用紧 ，money content 没有人要看吗？但是那钱我要用。私底下用也可以的，不用开啊。你要不要先？你问别的，有什么 idea？ 我知道了呀。OK， 如果这个 video 破10000个赞，你要 post 一张你背后全裸的照片上你的 Insta。哇，这个这样简单。什么？讲的意思？可以，真的啊，你 on 裸啊，全裸咯，你要从头到脚都是裸的咯。
屁股要整粒露出来了哦。来，观众你们听到啊，讲多一次。没有，你先最后 on 一次先。OK， 这个 video 破，这个 video 破万个赞，阿旺就拍他全裸啊。屁股的全裸啊。OK， 各位观众，我们 Insta 见啊。哦。OK。给他上，给他上。你要上那边，这边有位呀。我试完了喂。哪里有试？干干这样的喂。全裸啊。全裸？啊？全裸？哇！哇！OK， 各位原子弹们，所以 OK， 云集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算是玩够了啦。那个那一口气也出了，是不是？用了我2000块，我才用他1000，他直接去按我一个2000块，哦，很爽哦。OK， 然后哦，刚刚他讲了，你们每个人听到啊，这个影片破10000个 like， 我们就 Insta 看阿旺的全裸照。OK。所以在等什么？再快点勾勾力给他点下去先。勾勾力咯，按到你的荧幕包那种哦。哎，不用紧啦，反正都全裸定了，没有差啦。屁股啊，你的屁股要练好了，你知道吗？等一下你拍的时候要好看。是啊，做 squat 做多一点，把你的屁股练出那樱桃训。完了。OK，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各位知道们，拜拜，我们下集见。